大安区光明景泰里民排排坐，大伙仔细聆听他们现在置身的这一大片占地至少2500坪的金航公园，未来将如何施工？树栏啊，这个我希望能把它保留起来，因为它道路要拓宽，势必要破坏一些东西。但是说能够保留，尽量帮我们保留。还有那棵大榕树实在是太大了，我们适度给它整修一下。我们有沙坑。沙坑一定要做洗手台啦，那洗手台是供小朋友，就是说你玩沙可以去洗你的手、你的脚。那儿童游戏场啊，儿童游戏场它一定要符合 CNS 12642、12643的规范啦，因为现在儿童游戏场我们都不会再做罐头游具了。这一座位于大安区杭州南路2段25巷以及金山南路2段30巷南侧的金航公园，是隶属于国有财产署。荒废已久的法务部宿舍，经由里长跟市府争取活化之后，保留台北监狱围墙试定古迹，将原住宅区作为公园用地，分两阶段施工。既然我们有那么大一块绿地，那我们希望就能够提供一些花香的东西，比如说可以摸什么郁金香啊、迷迭香啊，可以小朋友手去触摸的啊，不会伤到手，又可以对小朋友有很大的帮助，也多人认识一下一些植物。从金航公园往爱国东路走，位于金山南路2段92巷金华街口，辟建31年的金山公园也要一并改造。那里边它有很多体健设施，还有这个花草树木，这些都是植栽的时候都是最新，对有季节性的这个花草，和有着舒适的坐道以及休闲的这种步道设施、座椅这些，所以到时候完工的时候可以呈现在我们这个景泰里是最亮丽的一个指标。为了配合台北监狱南侧围墙保存，去年市府也将西南端一并纳入公园用地整体设计，不但让公园总面积加大至少一倍，也将规划共融式游戏场所，尊重园区原有的设施跟文物。公园预定明年7月完工，将提供附近居民更优质的生活空间。记者谷灿勇，采访报道。